大家发现 Yuri 走出去的时候，鼻子怎么从他的 keyboard 跑到前面去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桥段我一定要特别安排一下，让他们两个走出去，因为他们两个在我们的团里又特别。其实我也是桃园人啊，啊，但是他们两个是真正在地的，都是龙潭。真的，我爸爸妈妈都是龙潭农工的，他们是在农工谈恋爱，然后生下我，是真的，对对对。所以这段情歌的时候，一定要让他们两个在地的来表现一下。所以我们也来帮我们的鼻子，啊，鼻子老师帮他准备。他是我们团里最年轻的，非常年轻有为啊。而且他在地的，听说现场有很多你的粉丝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有时候也会上一些节目比赛啊，就蛮厉害的。好，大家给我们鼻子一点掌声欢呼，他为各位带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你是我的眼》，Let's go。